床席哪种好？炎热的夏天想要拥有一段舒服的睡眠，真是相当的不容易。而凉席能为老百姓们带去一丝丝清凉的感觉。那么各式各样的凉席里，哪一种最好呢？首先，我们来看第一种竹席。竹席通常采用的是以水竹、毛竹、油竹等竹子为原料，再经过一系列处理编制而成。竹席降温效果不错，价格也比较便宜，适合热性体质的人。第二种，冰丝席。冰丝席花色各样，典雅别致，柔软光滑，吸水透气，适合所有人群，特别是老人、小孩等体质弱的人。第三种，牛皮席。牛皮席是以头层水牛皮为原料制作而成，这种席子柔软舒适，散热凉爽，防虫抗菌，但是价格高，吃后不易晾干，容易起皱。第四种是草席，草席通常是用灯芯草、蒲草、马兰草编制而成，这种席子质地细腻柔软，透气性好，价格也相对便宜，比较适合老年人或者不易出汗的人群。以上就是有关凉席的全部介绍。